柚子酒冰淇淋。想得出味道吗？我比较想得出，柚酒没有尝过，比较少啊。人家柚酒特别，人家吃的一般的柚子酒，它的会腻口，比较不会。哦，它是柚子酒加到冰淇淋里面。对。别走，然后杯子还饼干。你的杯子好了。还有加了柚子酒，闻起来一股柚子的味道，很香哦，真的。柚子酒冰淇淋，然后再加这个是岛岩冰淇淋，乳香岛岩，试一下。上面是有撒盐吗？没有，那里面有那个咸香，还不错，对不对？再吃一个看看，吃不太出来。不要出来了。哦，一点点啊，咸咸，一点点咸咸的，然后主要是奶味很重。试一下哦，我的柚子酒冰淇淋，好吗？没有，第一口吃不出柚子酒的味道哦。感觉它淋过了，感觉就是被奶味压过去，奶味比较重，感觉。它的酒不是加里面，有点可惜。哦，它的酒是已经含在里面了。第二次就感觉得到柚子味哦，但是真的很淡啊，味道太淡了。就是普通的那个双麒麟淋上那个柚酒而已啊。嗯，不过它这个双麒麟还不错嘞。贵啊，是贵。我反而。一些盐哦，再吃一个，就是咸咸的冰淇淋而已。是一支二三十块而已，啊，一杯一百块。闻起来柚子味很香哦，但吃起来味道很淡。都被冰淇淋盖过去了。